这款拆销器它可以拆这个低位轴和这个高位轴，短轴都可以拆。然后这个是主体十字架，然后这是备用的这个细顶尖。拆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把这个销孔，销子对紧它这个孔。那好之后，用这个粗的这个螺丝，粗的顶尖把它拧进去。把它拧到根部，然后退出，然后更换这个细的顶尖。这一定要对准，如果说对不准的话，容易把这个拆销器这个细针把它拧弯，然后拧出来之后可以退出来，这样就可以拆下来了。